现在早上刚起来，我们现在去剪个头发。弄完了，然后现在去找个地方吃饭。换个头发颜色。头发好像有点太蓝了，待会洗一下看什么样。头发怎么样？这头发颜色和发型怎么样？开始进行健身。Go。今天是第32天，我感谢我现在所有的一切，继续加油。